敦珠法王受祭，青海灯塔会出现100个寺庙。我慕名而去，只见一条小河川流不息，马头金刚神山巍然屹立，大鹏金翅鸟神山焕发生机，弥勒菩萨道场充满法喜，还有许多人老实念佛，虔诚。去极乐，白玉从来不雕琢，就像弥勒佛。
修心修心修正果，老师来念佛，老师来念佛。